每天五分钟，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。音乐说书人，让音乐的信息带给你我灵魂深度的呼吸。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是音乐说书人，也是你的好朋友慧年。在圣经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七节说，倚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，那人有福了。而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也说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朋友，你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了吗？和你分享这首小羊诗歌的《上好的福分》。听见你在叩门，我为你开门，爱与你同作息，那是美好无比，向你倾心吐意，聆听你慈爱声音。亲爱的朋友，当我们听见主耶稣在叩门的时候，我们要为他打开我们的心门，我们要与他一同坐席，与他同行，那便是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没有人能夺去的。心中呼唤着你，你为我来临，每当我遇见你，那是何等欢喜，屈膝你宝座前，渴望与你面对面，白昼或黑夜，你在我身边，我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上好的福分。在你的脚前，注目你圣言，我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上好的福分，世上无一人能夺取，也无一世能相比。上好的福分，我选择那上好的。